注意看，迷你世界中的熊猫，它们是黑白色，非常可爱。当它们变成人类以后，就会变成傲娇的熊猫男孩胖达。但是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胖达在迷你世界中还有一个非常害怕的人，你们难道不好奇是谁吗？众所周知，胖达非常的呆萌。如果你喜欢胖达，那么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，当胖达没有变成人类之前，它是熊猫的时候，它可是无敌的。我手中拿出了迷你世界最恶毒的法杖，直接射向了它，它毫发无伤。官方大大说，这个法杖是有剧毒的。我发现拿上这个剧毒法杖射向小鸡，小鸡直接就嗝屁了。你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小鸡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那么当熊猫变成人类胖达以后，它最害怕的人是谁？我和学姐发现，它最害怕的人名字叫做玛丽露。在玛丽露的家中有非常多的礼物箱子，扎着蝴蝶结，而胖达就帮助玛丽露把这些箱子要搬到各个主界面中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在每一个主界面中，我们都可以看到礼物箱子的身影，而这些礼物箱子都是胖达帮玛丽露搬到主界面中的。所以说，胖达他最害怕的人就是玛丽露，要不然他不会帮玛丽露搬箱子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了吗？